张北就像把快枪，能杀人也能救人。关键是，这把快枪谁来用？怎么用？用在哪儿？现在组织上有意要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你就知道，张北的性格就像头倔驴。再加上他的家人被日军屠杀了，他一时缓不过劲儿来，整天想着杀人。我对他算是没辙了，就像。 油锅里捞金子，难下手，所以我想请你替我做做他的工作。开导开导他。这个我会想办法的。只是，你们从猎场出来以后，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们本来说好一起走，这小子突然变卦了。我听说，他还配合你救出了那儿的村民。这小子还真是立了一功。 要是没有他，那些人早就死在鬼子的枪下了。他本来可以不用回来，但是他偏偏回来了。他的举动，让那24个人安全的转移了，真让我刮目相看。这就是我对他迟迟不能忘怀的原因。我这儿有这么一个情况，郑天明他们。 已经在调查英子的社会关系了，这么一来，他很难再向张北提供帮助。那张北很有可能就在宋天城里四处游荡，他身上还背了那么把枪，我真的很担心他。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把他争取过来。请组织放心，我会尽力。 独自徘徊在奉天的街头，张北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虽然报仇的信念是如此强烈，可具体应该怎么做，却不是那么简单。张北就这样在城里走了一整天，一方面躲避着日本人的巡逻和搜查，另一方面。 观察着一条条街道和路过的人们，心中反复思量着复仇的计划。この時期。 川島中佐にお会いできるとは光栄です。<笑>いい話して。はあ。これは真の宮殿の宝物です。私の手元にあるよりは仏剣辻高田の手元にある方がとふさわしいと思う。<笑>こんな高価なもので悪いね。 ええ。<笑>いや、本日池田さんに会うのは池田さんに友達になりたいからね。友達なら何でも喋っていいよ。中佐、犯人の供述が得られました。なるほど。どうぞ。 捜査の結果、土族と連絡を取り合っていた国民党の特務機関、万事屋、やすと現場員の証拠が全て一致しました。尋問の結果、南人の指示で男爵を殺害したそうです。憲兵隊はなかなかやるね。ところは、男爵様の形見は？奴は凶器については、どこにしまったか、はっきり覚えていない。 おっしゃるように上には報告できないと。そんなことないよ。陸軍本部結果待ってるから。これは政治だよ。池田隊長、大変功績だよね。はっ。全て川島中佐にお任せいたします。これからの任務は本
本当の犯人を捕まることだ。モゼル 98K の危険を下げないと。ところはしばらくお嬢さんを目にかかってないけれど、お元気かな？娘は体の具合が、いや、風邪が良くならないようで。あ、そう。ならお見合い聞かないと。いや、それには及びません。具合が良くなればご挨拶があります。そうですか。では、これで失礼します。子清，你回来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发言了，是不是有点冲撞你？对不起。不会的，没有什么对不起。其实你说的很对，不管那个刺客是谁，毕竟他杀的是个日本人。作为中国人，我们感谢他也来不及了，怎么可能兴师动众的去抓他？那不就成了助纣为虐了吗？你真是这么想的？真的呀。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其实，如果你没这么高兴的话，我可能会更高兴。慢着，怎么的？赢了钱就想走啊？谁来这儿不都是为了想赢吗？
难道想输啊？慢着。 老弟，是你要见我？你就是他们当家的。正是他们，江湖人称唐老大。既然你点着名要见我，咱们屋内一叙。我看你呀，是来砸场子的吧？您这烟袋锅子，日货吧？这可是日本皇军急之满大人送的。闭嘴。 小島中佐、小島通り。はあ？小島俺指示した？しかもこの惨敗のことで。かわしめ中佐、ご指示。安心して、今回の山、必ず協力するから。沢山は、最初から最後まで、ずっと記事で知らったんだね。はい、そうです。彼には責任があります。彼の目の前から、 中国人民的逆来。余計な話するな。軍人として、キイチと程遠いよ。看来我大牛这趟来对了。想入伙？对，我来就是投奔唐嫣您来的。 想入伙，不是说几句漂亮话就能在我唐某人身边混的。明白，家有家法，行有行规。那您说，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还是投名状？要是腿软一下，那我就不是站着撒尿的。你要想入伙，这不是一般的人能挺过去，那要自行在胸前弯下一寸见方的肉。 亮给弟兄看。那我要挺过去了，您又如何呢？只要你做到了，你的后半生，衣食住行，我包了。怎么样？这算够了吗？这位兄弟，我收了他，把他带起。
你真要留这小子，这说不定以后是个祸呀。我倒觉着，有可能他是我一笔很大的财富。 不出我所料，日本人果然以追查男爵一案为借口，对我们的组织进行了肃清和扫荡，抓走了我们的一个战士，并把他诬陷为凶手，给党国造成了国际上的舆论压力。我要听的是办法，不是情况。不是没有想办法，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地派人去调查了，希望能找到凶手。只是那天会上赵小姐一番保护刺客的言论，似乎得到了大家的默许。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你是没有在说什么，可是你一直在做。郑先生，我们不会让你的工作白做的。说说看吧，你和你的手下一直在调查，查出什么了？根据蛛丝马迹，我可以锁定男爵案的凶手，就是在猎场内部。只是当时日本人封锁了现场，郑某实在无能为力。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但是毕竟是你主动请缨的。 现在弄成这样，你怎么也脱不了干系。蔚蓝，说说你的想法。得到确切消息，日本人本来是要将猎场的所有村民灭口的，但是在行动前，这些村民突然消失了。不知道这个信息可不可以帮助大家？你的意思是，既然日本人想用舆论战搞垮我们，我们不如来个顺水推舟。 拿出猎场村民灭口一案，借此反击，再澄清党国与日本人所谓的真凶关系，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郑先生，你的机会来了，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但是这次要再有什么差池，我也保不了。是，谢谢童先生，郑某必定亡羊补牢。散会。 我回来了，你笑什么？我在笑我自己啊。堂堂一个大男人，每天像个怨妇一样在家里等你，你的魅力可真大呀。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看过了。 这个郑天民办事还真是有模有样。这样做就能完全消除日本人的影响吗？当然不能，这也就算是个缓兵之计，至少我们对上面也有个交代。可是，什么？有话你就直说。现在又不是在公司，是在家里，在我们的家里。可是如此一来，恐怕会。 会对那个刺杀男爵的热血青年不利。即使对他不利，但是这个办法对国家有利。压住！压住！你走！压住！你走！行。
咱楼上请，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别跟我说这些，不是几大人物吗？干什么？我要赌马，快拿马来呀！哎，是大掌柜。哎，没事了啊，哥几个玩着啊，别玩着。鸭子多，赢得多。当吉志满走进赌场大门的时候，张北心中不由得一阵兴奋和紧张。他暗中观察吉志满，仔细规划，在心中将自己的计划过了一遍又一遍，同时又反复演练。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暗杀行动一点错误都不能有。睡得跟死猪似的，大哥，我下皮跟您这么久，就没见您对谁这么客气过，我都替您委屈。你们的心情啊，我都明白。杀个人算个屁呀！可是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不知道就少说话。从日本来一个男爵，不是死了吗？枪和金条都丢了，我就怀疑是那小子干的。咱们要是把他交给……咱们的老主顾吉先生，他正好抓这个案子，你们都明白了吗？明白了，咱们明天就干。有这么个好大哥，有这么多兄弟抬举，敬你。好，好，来，好，来了，来，好嘞。信大哥，我的大哥，大哥你别走啊，大哥啊，大哥，大哥，吉大人，您来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不想说废话，带我进来。哎，这边。哎呦！哎，人呢？人呢？可来了，哎，吉大人，这就是证据啊！这是我
特意啊从手里抢下来的，我是。打开。哎，我是，打开，打开。啊？怎么成这样了，我是？其实这件事已经不归我管了，就算我抓到他，你们也不会有什么奖赏的。お父様、少しは良くなった。お世話になってありがとう。もう大丈夫です。用事がなければ先に失礼します。待ちなさい。桜子、私はお前が私をどう思っているのか分かっている。だが、お前は身の流血がお前のしでかしたこと、申し訳が立ったと思わないのか。日本人のことは忘れてない。小さい頃からここに来て、ここの料理を食べて、飲んだのもここの水です。日本は私にとってただ遠くて親切な記憶です。お前はすでに中国人に同化されたか。お父さん、本当に理解できない。あなたは小人で、なぜ戦争に巻き込むの？知ってるか？父さんは変わりました。昔はどんな可愛がっていた。しかし皇軍が来てから全て変わりました。中国の友達が多かったのに今一人もいないでしょ。教えますよ。私は本当に空気中にシャウの匂いが嫌いです。一触即発、もっともっと嫌いです。教えて好きですか？
教えて好きですか。私は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お前と話そうとは思わない。大和民族の子孫としてその食その地を忘れてはならない。男女に関わらずだが今お前中国人と接触してはならん。奴らを助けてはならん。奴は思いやることはさらにしてはいけない。人を説教できる、心に説教できるか。私の手に負えないなら他の者に任さねば。誰、私にどうしたいの。お父さん、你怎么找着我的？你为什么要弄伤自己？这点伤换几条鬼子的命值了。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想过，也不想想，也不该我去想。自从你跟童思晴结婚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张北，从今往后你活着唯一的价值就是复仇。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但是我请你记住，就算我赵薇兰在你眼中，在你心中都已经死了，可是我的心一直都是跟你张北在一起的。我知道了，但是请你以后尽量不要在我面前出现。你就那么不想见我？对，因为我每一次见到你都会动摇我猎杀鬼子的信念，每一次。让我看看你的伤。请你自重，你已经结婚了。进来。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了？没有。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刚才在想，我从一个在北平读书的学生，摇身一变成为你们的一员，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好复杂，每天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觉得自己好委屈，一切都像做梦一样。是啊，能和你结为夫妻，这就是一场梦。你别想那么多了，来，喝杯热牛奶吧。谢谢。你早点休息。蔚蓝已经安全到家了。你干嘛老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你小子既然知道我跟着你，为什么不换个地方躲起来？看来你还不反感我。你身手比我好，我打不过你。我要跟你动手，我不早死一百回了。看来你还没有杀到家。来，我看看伤。就你这样，你还想？杀了几只马，只要你够恨一个人，你就一定杀得了。我三番五次来找你，就是怕你蛮干。你这样下去，不但很危险，还给奉天的抗日组织带来困扰。就你们是抗日组织，我也是抗日组织。你一个人算个屁的抗日组织！我就是大东亚张北个人抗日组织，冲锋陷阵的是我。管事儿的还是我，我就是有一天活一天，活一天我就杀一天鬼子。你看看你现在的情境，跟个没头苍蝇似的。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场关于民族存亡的战争，就你这副德行，你不觉得太幼稚了吗？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要真想帮我，给我弄些子弹。我现在就是给你送一卡车的子弹，你也未必能打死一个鬼子。你小瞧我，三岁半的孩子。叫半天都比你强，小子，珍惜点跟我在一起的机会。そうなんですよ。失礼します。入れ。分かった。おう、かけ直しますから。おお、吉、いいところ来たじゃ。これから戦場に出らなくても軍の仕事できるぞ。人間なんか組織にいるとなかなか手足縛られ、なかなかやりづらいところあるんですよね。ところがこれからそんな面倒くさいなことは気にせず、全身全霊仕事に集中でき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は男爵殺害計画の真相究明をお許しになられると。一日早く犯人捕まらないと我が皇軍高官の命危ないぞ。君にとって試練でもあり、いいチャンスでもあるよ。うまくやってくれれば必ず軍の職に戻れるし、俺は直接必ず君に賞に通るから。今回の破門、君にとって試練でもある、チャンスでもある。そういう考え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か。わかりました。実は捜査を継続していました。なるほど。進捗は？中国人数人から有力な証言があり、独自に調査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た。結果は出ていないものの、ご安心を。必ずや真相を暴いてみせます。情報あるなのに、なぜ応募しないの？気分が落ちて先回っていたんです。案内してくれ。はい。